十七，动，针入后，带力将针向外搅动。十八，推，针入后，带力将针向内搅推。动是什么？动是带力出针。什么叫推呢？是带力进针。这有一点要说清楚。动，讲动推之前呢，我们要交代一个基本的概念。这个针呢，不能看不，我们扎针的时候，这个针可就不是这么一个针了，是什么呢？扎针的时候要把力量，我们不讲指力吗？掐住针的时候，这个力量要灌到针里去，这叫力灌针宗，是吧？力量灌进去要有力量，不是个空的。如果带着这种力量往里进，这就叫推。如果带着力量往外提，对吧？这叫推动。带力出针叫动，带力进针叫推。这个记住啊。这个我们在《包忧赋》上，窦焕卿说：“动退空歇，应夺右而泄粮；推纳进搓，随即左而不暖。”你看，透天梁这个动，用动牵头，是吧？用动啊，这个字儿啊，带着这句话是主要动退空歇嘛。那个呢是烧山火呢是推推纳进搓推，也就是说这是个关键，带力出针就凉，带力进针就热。那你看刚才一会儿我们再说啊，讲烧山火的时候再说这个带力进针。这个呢带力出针，带力出针啊，你非你这针有针感了，知道吧？飞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不是往外往外使劲啊？这是出针，知道吧？飞往外使劲是出针。那么推呢？是往里使劲，这就叫推。往里使，你看，这个是往外使劲，对不对？这个入我酸了的感觉，看到没有？手气有感觉没有？酸，你看到没有？我这个针没动地方，没动地方，但是呢，我用手压它，用手用力捏着这个针，在针上加力的时候，它里边感觉胀，感觉的胀。有的时候扎进去了，一捏针，把力量用上，针感往上窜了，这就是力的作用。带力进针叫推，带力出针叫动。这个呢正好是什么呢？只有用这个解释才能把窦焕卿那两句话，是烧山火透天梁的那两句名言，动退空歇，应夺右而泄粮，推纳进搓，随即左而不暖，这才能解释清楚。十九，颤，颤法是手持针柄对腧穴进行的上下颤动的一种单式手法，颤动的速度快，振幅小，力度均匀，是一种
微弱温和的刺激，常和提按相结合。这个颤呢是什么呢？看到没有？震颤。这个颤和颤它俩一样啊，它俩一样可以通用，这两个字颤的就是这样，这样做。来，这个震颤是一种行气的方法。二十，弩。弩是将右手食指或中指在真体上如扣弩机之状，使真体弯，从而使针尖向前或向后。手向后弩，则针尖向前，气则向上行；反之，气则向下行。在特殊部位进行，如球后天突进针时，需用弩法。弩呢？看到没有？弩啊！什么叫弩？这样叫弩。弩，啊！这一弩，看到没有？我手掐的针尾、针柄，是吧？在针根部分，哎，我往这边弩，这时候针尖是往上去的，针杆上行。这要这么反过来，这么弩，针尖向下，针杆下行。看到没有？这个弩。比如说我们扎这个天突的时候啊，天突的时候啊，还是揣枣找了穴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针这个方向进的，看到没有？再有一个，我们扎球后的时候，看着你搁那不往里扎，扎球后的时候啊，哎，一些作弊成样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球后要抱着眼球进，这个时候呢，扎进去之后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方向。这也是弩，这样的话呢就进去了。